皮烧不起呀、啊，一到冬天就起皮泛红干痒，别说上妆了，你毛衣一蹭它都掉渣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沙漠干皮，千万别划走，教你一个方法，不到10块钱就能轻松改善，让你拥有水润的皮肤，非常适用于干皮、敏皮、屏障受损的急救。用这个，你没看错，就是凡士林。在睡前你平时日常护肤的基础上，最后一步涂上凡士林，不用涂太厚，薄薄的一层就足够了。这种方法适合沙漠干皮、干敏皮还有屏障受损，因为它具有强效的补水、保湿、锁水的作用。我们冬天啊，或者日常皮肤干的原因就是皮肤它锁不住水，凡士林是天然的封闭剂，它可以把你面霜里的水分牢牢的锁住。这个方法有个专有的名词叫 slugging， 它在国外已经火了很多年了。slugging 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指那个蜗牛爬过之后留的那个粘液，它呢就是封闭性很强。我自己每次脸干燥、起皮、过敏的时候，就会用这个方法。无论前一天脸多么的干，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脸都是水润润的，一些小干皮都不见了。早上一定要用洗面奶清洁一下剩余的凡士林，这样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晨间护肤。需要注意的两点就是，凡士林它是天然的封闭剂，它虽然不会致痘，但是这种方法具有高度的封闭性。如果你长痘痘的话，痘痘它需要通气，你千万不要把它涂在痘痘上，所以这种方法不适合痘肌。在使用 Slugging 护肤之前，一定要彻底的清除自己脸上的残留的彩妆或者是比较刺激的成分，避免给它封闭在皮肤里面。沙漠干皮你今晚就试试看吧，你会回来感谢我的。